林志颖助阵王力宏新歌 MV 甩尾。今天跟大家介绍这台宾士是跟一级方程式车队迈拉伦一起研发的 SLR。小旋风林志颖爱车玩车是众所皆知的，狗仔哥哥五日深夜就在河滨公园桥下看到他正在帮王力宏拍新歌 MV， 现场不仅有千万超跑飙车甩尾，林志颖更是义不容辞当起车手展现甩尾功夫。只见穿着白色 T 恤和牛仔裤的王力宏与林志颖一起讨论拍摄内容，老婆王静蕾也陪侍在一旁。哦，林志颖这甩尾动作实在太可以了，把狗仔哥哥帅得不要不要的，不仅老婆陈若莹在旁想录下英姿，连力宏都对他的表现拍手叫好。休息时间，林志颖还开自己的白色迈拉伦跑车邀力宏试乘，看力宏下车时笑得这么开心，就知道林志颖的甩尾威力不可小觑。随后两人各自邀老婆王静蕾、陈若仪合照留影，四人相谈甚欢，看得出合作顺利。对于这次 MV 拍摄，林志颖回应不会露脸，完全友情赞助。王力宏透过所属的红声音乐表示，林志颖不但提供车，更亲自展现他的职业赛车手实力，还陪我们拍片到天亮，片中表现和友情支持都是满分。娱乐动新闻，好想做做看哦，报道。